大家好，我是沙林。大家好，我是伊西。今日是伊西生日咧，耶！ Yeah, 就是要带伊食好料，你要食啥物？食嘿，宋厨菜馆呐、啊。做歹势呢，寿司咧停地咧。切皮行。然后皮要沾一点酱，每个人的吃法都不一样，我喜欢沾酱，然后再来一块肉，然后再沾一点酱，然后再加一点葱，大葱鸭，没，上次我就在这个门口遭到大葱鸭。那你怎么不吃？面皮很扎实，然后有嚼劲吗？有，很有嚼，很有嚼劲。再加一点皮就对了。那油很棒，快点。哇，好香的油哦！真的，它油好棒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如何？嗯，脆脆，我介意。这个皮烤得很好哎。是哦。嗯。这个是烧烧的皮哎。五个人可以吃一只鸭是很幸福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嗯。而且那个还要付钱的话。那个人还要长进哎，好可怜哦。这个皮比较好吃。它显功哎。皮大份。皮。肉嘞，肉也很好。这个的皮是它的精华。皮肉分离。好吃嘞，真好吃。银牙叉啊，叉个白白，我介意。酱烧啊，伊会把叉个烧大烧差，阮建议点另外一个阿梅，阮阁有点其他的菜。这个是金酱肉丝，用伊的甜面酱来叉的，有一点仔咸，所以配伊的面皮也是饭就嘟嘟啊好。酸菜白肉冬粉，足香足酸，食了后开胃。宫保鸡丁白香还 OK， 肥肠是咸滴咸滴的，调味亲像卤猪脚。板桥李准基嘛有熟食食，白菜加豆腐，熟食的比较食。豆沙煎饼，顶管有满满的膜，伊的皮加馅料的比例是嘟嘟啊好的。诶，寿司你上介意的是对一个啊？当然是这个喽。这是今天最好吃的东西。好吃在哪里？它的味道是比较淡淡的甜味，然后不会非常的重，香味怎么会出来？是非常好的主角，它不是配角，它是主角。所以下次来只要点一盘这个，然后一碗饭就可以吃饱了。这个是今天那个我们的生日蛋糕，自己做的生日蛋糕。哦，蛮成功的。成功吗？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好恐怖、哦！那我觉得好像要拜拜了。耶，恭喜落定了。OK， 假爆料。拜拜。拜拜。哎、欸，你要付钱啊？你在那边干嘛？我付了，我付了。